楠楠的话，第一次我见他，他是拿了一个粉色的行李箱，那个时候就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气场特别强，特别强啊。然后在这团的两年，就是给我感觉呢是非常有责任心，非常爱这家，就这样。好，嘉哥，我也哭吧。嘉哥，第一印象，因为我们俩年纪差不多嘛，但是他真的好高啊，真的好高，真的好高啊，什么形容词？让人跟你们俩都笑。OK， 说嘉哥就说嘉哥，好吧？但是他给我第一感觉也是很高冷。真的很高，多高冷，大家都就是怎么回事？完全就整个就是好，就这个样子。完了，但是到这现在啊，熟悉之后，其实你会发现他不是话少，他只是只会介入自己感兴趣的话题。然后，如果这个话题他感兴趣的话，他可以跟你唠一通宵的那种。对，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人。然后，我觉得嘉哥还是。我说实话，这两天彩排我很感动。